那个外患副本外居然是怪。 欸、真的、欸，装备真的。光头，你先拿，你先看，你先拿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所以你们有已经结束了吗？干你老师！你没有东西吗？进不来啊！而且他们没有开。欸、可是光头战略装备没有加欸。我觉得好像假的。<笑>没有开吗？啊，你没有拿到奖励吗？ 没有拿到最终的奖励，不过死亡的纸装掉在里面，尸体在哪里啊？看，那我少一个金装。你飞进来看看，没有，现在金装才出来。哎，出来了。哦，现在有，现在哦，拿到了，拿到了，拿到了。要等他话讲完才有，最后才会有紧急的背心，剩几件背心才给我。哎，刚刚有没有喷那个光？我刚刚捡的时候没有增加。 还是零呢、欸？我刚刚捡的，对他到底是给什么、啊？他到底是给什么？我依然是。我这边我过度奖励一样是现在一样是三，就零。那他到底是给什么鬼？啊，我刚还是给暗区钥匙啊？超奇怪的，怎么办？算 bug 吧。知道哎，超诡异的。 这段剪接来看看，我觉得应该是 bug，不然这样。